上进行工程简报，李章奇。接下来，带领我们一起锻炼。
请了周围兵团员的前堆客家林木站，屏东厂都间的西石交流站可以期待吗？屏东厂都间家族24处主交道，一个都不留。以后让六堆客家文化的主体蜜月一游，单次更多更方便了。取代高雄站成为台铁西部干线始发站的新建高架炒作车站，明日之星的气势指日可待。三个岛式月台，全台湾最高规格，有期待吗？50个足球场大的车辆基地，将大幅提升新左营到潮州列车班次。美丽的蓄洪池，化解好伴侣，将绰绰有余。紧邻二沟坎顶交流道及屏东通勤月台，方便更多的车辆检修伙伴上班通勤。3年后，高雄机场材料厂也会来做出一。各位诸位的乡亲子弟，把握返乡大户的大好机会，即将启用，敬请期待。计划简报。